哎，媳妇儿，找你逛个街，你咋这么磨磨唧唧？这个，上次给你妈买礼品剩的钱，上交。知道就好，就这点觉悟啊，这就是我不和你离婚的原因。对了，我刚在这儿刷视频，看到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，藏私房钱借的天花板，那就是一个清道夫。我感觉是哪个男人也没有他那个本事，真厉害。哦，那他一般都藏哪儿啊？他可厉害了，他的脑子特别灵活，而且能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的。我跟你说，他在冬天的时候，他就会把私房钱藏到他媳妇儿夏天的衣服里，他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又会把私房钱藏到他媳妇儿冬天的衣服里，这样他媳妇儿发现了，还以为是自己之前的钱没有拿，是不是脑子特别灵活呢？他就是我心中的榜样，那个男的真的是脑子本榜。这算个啥？这男的就是没脑子。哎呀，这还没脑子？你有脑子？我跟你说，藏私房钱最高境界是什么？明明就在你跟前，哎，你却不知道。哎，那估计不太可能。你说每天都用得到的东西，那一看那谁不认识俩强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就人忽略的往往是什么近在眼前的东西。哎，哦，既然这样啊，我教你找私房钱要怎么找。哎，这个藏私房钱就得这样藏，你看这不是私房钱吗？你看，哎，你看这，哎，哎呦我的妈，都是钱，都是钱，看，哎，还有这儿抹布，你常用吧？你不经常打开吧？哎，都是钱，知道吧？哎，你往往容易忽略的就是这些地方，懂了吧？哎，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还有就没了，就这些地方。是吗？啊，大宝，脑子挺灵光啊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表扬你呢？还有哪儿说？就没了，就不可能有了。是吗？这不可能有，这漂什么呢？都没漂，眼进沙子。赶紧给我老实交代，最后一次给你活命的机会，把钱都给我交出来，不然给你狗腿打断了我。就真没了吗？没了是吧？来下车回家，回家继续咱们来找一些啊看到的地方，但是我想不到的地方啊，来回家回家。这回家挺远的。远了不远？来回家，走吧。